当今中国军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除了传统防务领域，在世界上更多的地方，中国军工则凭借出色的技术，与世界上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商共建共享创新成果，铺就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路。卡拉奇，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八年前，一批中国核工业人携带着技术来到这里时，深切感受到了当地电力短缺的无奈。在华龙一号开建之前呢，巴基斯坦一直是处于电力紧缺的状态，即使是首都呢，也经常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一般呢，一天停电四次，每次呢都要停一个小时，最多的时候一天停电甚至达到七次。我们在建设核电站的过程中呢，也经常遇到电网波动、停工、停电的现象，所以电力紧缺呢，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极大的制约了他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个矗立在印度洋畔的建筑群，就是中国核电的重大创新成果，也是中国为改善巴基斯坦能源结构所做的努力。K2K3 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呢，当地的停电的频次和时长大幅的减少，两台机组每年呢能够给当地提供清洁电力大约200亿度，满足当地200多万家庭的生活生产的用电的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6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呢1632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1.4亿棵。事实上，华龙一号给当地人民不仅仅带去光明和绿色清洁能源，更有新的发展机会。阿里·穆尔塔扎是卡拉奇核电项目部的一名安全员，日常工作就是确保工作场所的安全，并负责八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解决现场安全隐患问题。华龙一号的运营培养了巴基斯坦自己的核电人才，也改变了阿里·穆尔塔扎的人生轨迹。I stud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Yangtze University in Jingzhou, Hubei province, China, and came here to work after graduation. Then the company gave me a chance to go to Beijing for training. Beijing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and we have been to many places.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training experience.像阿里·穆尔塔扎这样因为华龙一号项目改变自身命运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华龙一号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呢，高峰期雇佣本地工人呢大约是30000人，全周期达到60000多人次，为当地人员呢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就业的机会。我们核工业人呢不仅把有形的核电站在巴基斯坦建设成功，我们还给当地带去了一些先进的技术、管理的理念，还有安全的理念。我们卡拉奇工地是第一个让巴基员工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服的企业。巴方在现场穿着整齐的工作服，当地的巴方的高层到现场之后也由衷的敬佩。这是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出口巴基斯坦的第三台机组。华龙一号再次出口是对其安全性、先进性、成熟性、经济性的有力验证，进一步提升了国家名片的国际影响力。
就在距离华龙一号卡拉奇机组不远的地方，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港口卡拉奇港。作为连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每天有大量往来于世界各地的巨轮进出于此。航运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6%， 相当于德国的全国的排放量。如果按照当前态势发展，到2050年，航运业碳排放量将面临100%的增长。加快推动航运业向清洁能源转型，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地球家园。郑双燕是湘南造船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研发副总设计师。在这个长江口的小沙洲上，大量巨轮正在火热生产。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江南造船建造的船舶中 90% 以上采用新一代绿色新能源动力。我出生在沿海城市，从小就喜欢大海，为了与大海为伍，我报考了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毕业后我从事船舶开发设计11年，近两年体会最深的就是清洁能源船舶成为全球最热门的发展方向。大型全冷式液化石油气船主要用来运输零下几十度的石化产品和液氨，在上万海里的运输途中，必须承受颠簸、浪打、暴雨侵袭而不泄漏，也不能断电使温度升高，货物撑破储存舱，这其中的技术含量无法想象。就在10年前，我国还从未自主设计建造过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当时还不满30岁的郑双燕，把几乎所有的工作日夜晚以及周六投入到工作中。他和同事们边研发边实战，将难点一个个清除。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在舱容增加主流船型2000立方的基础上，我们的快速性指标超过了当时最先进的外国指标的5%，把快速性和空船重量的这个不可调和指标做到了最优，这个对我们当时以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0年磨剑，如今江南造船生产的大型液化气船已经完成4代升级，成为国际市场的拳头产品、明星产品。2022年，我们交付的新船中70%是采用了双燃料动力的船。2023年截止目前为止，我们新承接订单的船舶90%新能源动力船舶。针对 VLGC、VLEC 的船来说，我们目前的设计的技术水平，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超越了我们的外国的竞争对手。其实在持续10年的攻关过程中，江南造船一直在进行更尖端的技术预研与布局。2018年，郑双燕接到更具挑战性的任务，研发全球第一艘液化石油气双燃料动力船舶。新能源船舶研发最难的就是综合布置这一块，因为为了航速不降低，油耗不增加，那么对我们这个线型研发要求是非常高的。线型其实就是像我们的汽车格子一样，通过线型的一个优化，如果我们可以达到就是说这个船舶阻力不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我这个船可以不增加油耗，然后可以在同等的时间的一个航次航行下来，这样的话其实等同于我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现在郑双燕团队又投入到真正实现零碳排放的船舶新一代氨燃料动力船舶的研发中。这条船我们命名为蔚蓝，为什么叫蔚蓝呢？是因为它采用了氨燃料做序。氨燃料与传统燃料相比啊，它可以减少100%的二氧化碳和硫氧化物的排放，我们称之它为零碳能源。作为船舶从业者，我一直与大海为伴，希望今后能够继续用自己的技术和智慧守护大海，给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孩子留下一个更加绿色的地球。广袤大洋上，一艘艘来自江南造船、沪东中华、外高桥、广船国际等中国造船厂的新能源船舶正拓出一条条绿色航路，为创造更加清澈蔚蓝的共同地球家园穿梭不息。在南非北开普省卡鲁高原，一项由中国和其他1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正在建设中。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项目，但建造难度也堪称世界之最。作为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射电望远镜阵列的先行者和一份子，很快他和他的同伴们将陆陆续续远赴重洋开展国际大科学工程。中国电科54所专家告诉我，迄今为止，人类利用射电望远镜从太空捕捉到的总能量，还不及一片雪花掉落地面产生的能量。That gives you a sense of how weak these signals are, and how sensitive our systems have to be to pick these up. We need a huge collecting area,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 dishes or antennas to amplify those signals, so they can be processed and turned into information.这项超级工程的核心是在约3000公里的广袤荒野中建设大约3000面天线，由这些天线组成的地球巨眼足有1平方公里之大，相当于140个国际标准足球场，用以探测宇宙深处最神秘的声音。射电望远镜可以研究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索地外生命与文明，这将极大的推动人类在天文观测与物理学等科研领域的研究，解决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用来接收宇宙微弱信号的天线至关重要，研发支撑它的单位中就有中国电科54所。现在测试现场的这台呢，是进入建设阶段以来的首台中频天线，它正在进行正式的调试作业。在经过一系列的测试验证工作后，未来会有数千面这样的天线被送往南非等国家。在54所的测试现场，工程师刘国喜仔细查看这个特殊天线的产品细节。这些巨型碟子似乎与普通天线没什么不同，实际上对宇宙观测而言，天线的作用就好比排除周围各种杂音，听清另一个星球上的人说话，并确定方位。一开始参与这项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说实话，我们以前的经验不能完全支撑该天线的研发工作，想在茫茫宇宙中捕捉微弱的信号，就要求天线具备世界最顶尖的感知能力。同时，由于建造位置位于南非荒漠地区，还需要考虑满足无人之手、方便维护以及长寿命等建设条件。同时，满足这么多条件对天线设计及建造是巨大的挑战。
十年间经过几十次迭代，经历了建模分析、优化设计、测试验证和无数次专题研究，电科团队陆续突破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终于掌握了天线研制的命脉。I think the Chinese team has done a superb job in delivering this innovative design. And I really want to thank all of those technicians, those engineers, the support staff, the administrators. That whole team is essential to deliver a prototype dish as is being inaugurated on February the 6th. Chinese colleagues, one of the big areas in which they're involved is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ishes. They have been incredibly innovative. 地球巨眼建成后将成为地球上最大最先进的科学设施，比目前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灵敏度提高50倍，巡天速度提高1万倍。中国军工人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更展现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持续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决心。参与 SKA 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天文、物理与信息技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我国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积累宝贵经验。人类在地面聆听宇宙，在迈向星辰大海的路上奋勇前行。中国始终秉持全球视野，深化国际航天交流合作，让科技进步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遥远的星空中，中国用一颗颗卫星铺就了一条空间信息走廊，与世界各国实现信息共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运用中国先进的空间科技。这颗正在轨道凝望地球的就是一颗风云二号气象卫星，而它曾经经历过一次历时十天的漂移，由最初的东经 86.5 度西移至东经79度。这种轨道变化不仅难度大，而且一不小心就容易导致卫星脱轨失控。我们是以前大国风范，是真正做到这个为一带一路服务，这点风险也是必须要冒的。近年来，中国气象局利用调整定位后的风云卫星，已经多次成功为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风暴灾害预警，极大减少了这些国家与人民的损失。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风云卫星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从开始的设计到实施，我们始终坚持着把风云卫星的数据和产品向全世界进行共享服务。除了风云系列在为全球服务，中国的北斗也在主动向全世界开放。北斗的应用产品已出口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地区广泛应用，助力发展。科技进步需要跋山涉水，科技成果共享也同样需要披荆斩棘。2023年6月的一天，在位于埃及新开罗的埃及航天城，埃及2号正样星电性能测试正在进行。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测试成功，意味着几年前还只存在于图纸上的卫星，已经进入了等待发射的阶段。好，收到。
course, Egypt has a dream related to space projects or space activities. 今年70多岁的拉斐教授是埃及航天领域理论研究和设备测试专家。从业40多年的他一直为埃及航天局没有一颗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卫星而遗憾。All the work done for development of satellite was through a cooperative work with advanced countries. But of course our main dream is to make our own satellite, to develop our own satellite from A to Z. 早在1997年，埃及就计划研发自己的卫星，但都因为技术壁垒等因素的影响，一直未能完成。然而，将技术转移作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之一的中国，愿意将科技成果与共建国家共享。2014年12月，中埃双方签署合作协定，确定开展遥感卫星等领域的合作，并由中方承担建设埃及首个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这将使埃及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航天基础设施。201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和中国开展卫星合作的国家。2019年1月，两国签署埃及二号卫星实施协议，建设内容包括一颗小型遥感卫星、一个地面测控站和一套地面应用系统，并对埃及技术人员开展培训。卫星数据将被用于埃及城市规划、海洋资源、气象、农业等领域。此前，埃及没有自己的卫星总装、集成及测试中心，不具备初步的卫星研制能力，只能进口外国整星。As soon as possible, future work. This 这是拉斐教授职业生涯的圆梦之旅。他和助手泰莫塔拉博士是这颗卫星的埃方总设计师，他们还有一位共同的中方同事崔玉福。在岗位设置上来讲，按照中国航天的标准，全方位的一种岗位设置。那么埃方呢，也在此基础上呢，建立了40多人的系统层面上的设计师的岗位配置。和总设计师团队的设置一样，埃及二号卫星项目的所有岗位均由中埃双方按1:1的比例构成。每一个工位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工程师和埃及的工程师肩并肩的在一起，为埃及科学家全程参与设计、研制、测试、试验的这第一颗卫星携手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埃方的工程师非常详尽的掌握了合作过程的所有的环节，从卫星的测试准备到卫星的关键的风险点的控制，一直到卫星的过程的测试的有效性进行了全面掌握。当他们在总结的时候，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了自豪，看到了收获的满足感。2023年6月25号，埃及二号卫星出样星正式交付。此次交付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完备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سعداء جدا النهارده ان احنا في هنا وكاله الفضاء المصريه بنشهد سعداء ان احنا النهارده في وكاله الفضاء المصريه وبنشهد هذا الحدث الهام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中国在提供安全产品的同时，不断深入到促进全球民生与发展的事业中，以世界胸怀推进科技发展。新时代的中国加速与世界融合，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贡献中国力量，